值吗？随便耽误吧，我没意见吧。晶晶，写这封信的时候，玉兔号的模型就摆在我面前。如果有一天你来我家看到，你一定会非常喜欢它。模型很小，真正的玉兔号其实也不大。是欠你的问候，试着拼凑我想念的缘由，是某个记忆里你的眼眸。今天能否感应这满天星辰都沉迷，我想找回，想找回是你。那首在梦的起点为我刻下的记忆，是你的勇气让我想要珍惜。你都把我念困了，那就早点睡，明天还要赶飞机，你不用收拾箱子了。我早上已经让小猪收拾好了，下午不用过来。你快走吧，一会儿地铁没了。今晚我住在这儿。睡沙发。晶晶，以后我会很主动，可是我对主动不太有经验，如果过分了记得提醒我，比如今晚我想留宿，过分吗？明天早上你8点的飞机，我要送你去机场，难道要我4点从家里赶过来？你明天要送我呀？你对男朋友的要求这么低啊？休假也不用送女朋友去机场？不过分。你这样我很喜欢。昨晚住在这儿，晶晶刚起来，我去叫她，进来吧。住在这儿，刚起来，晶晶，小猪来了。我马上好了。早饭吃了吗？我叫了一些早餐。吃了。早餐，啊，都买了什么呀？但是小猪你来了，玉米，哎呀，水煮蛋，哎，豆浆，啊，我想吃点带味道的东西。有，油条，还有你看啊，还有饭团。算了，我体重超标了。啊。我也带了。
好甜，会胖的。啊，下单的应该是无糖的。啊，这杯不甜，你拿的可能是套餐里的。刚喝的带点味道了，现在喝这种没有味道的豆浆，心里有点苦。介意我喝掉一条吗？试试。甜了吗？甜了。我以后是不是不方便直接进来了？得先敲门，然后在门铃，再等人来开门。好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不用回答我了，我已经是个成熟懂事的助理了。小朱，你们到哪儿了？到机场了，进停车场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啊，我就在那个 B2的电梯间啊，你让王师傅别开错了。今天的师傅不姓王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看见你了，英姐，在这儿。林姐，春节快乐。于老师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现在样子和我早上开门看见于老师的样子差不多。早上开门，好的，我马上准备公关预案。于老师，从现在开始，请你把口罩戴上，以后这个就是你的出行必备。那你一会儿还有回宜兴吗？对啊，今年春节我可以休息到大年初七。嗯，我回去再让我妈批判几天吧。那我先进去了。这部电影拍到什么时候？电影会很快，大概五月初。中间会回来吗？剧组不太好请假，中间是有一个品牌方的活动，但是地点还没定。我不一定在上海，所以我们可能两个多月不能见面。差不多吧。怎么啦？我发现我之前想太多了，我觉得我出差太多，工作太忙，没时间照顾好你，但事实上你出差的时间比我还多，谁耽误谁的青春？值吗？随便耽误吧，我没意见吧。